在这个舒适的晚上观看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啊，晚上好。赛前仪式呢确实很精彩，今天天气呢也很好啊，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，这样的天气呢真是好到没有朋友啊。双方的球迷也是互不示弱，先他不是冲球去的，完全是冲人啊，犯规。里吉卡尔德将球断下，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，你们想限制住他，这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哈卡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马拉内，戴维斯，里吉卡尔德， C 罗想要穿透防线，应该起脚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球进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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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了！米兰通过精彩的进球和跑动，完美的展现了控球的艺术，而同时他们的进球数也反映了他们对进球的渴望。曼联显然没有料到这种局面，他们将拿出怎样的看家本领呢？无论教练在赛前对球员说了什么，显然十分奏效，他们的进攻非常犀利，取得进球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快速向门前推进，塔卡，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拿球，他知道啊自己这球传得不好，传球的视野很好，但是传的就太对不起观众了，不过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好，相信还有机会。 C 罗，哎，又抢回来了。 C 罗刚才场上的一瞬间仿佛凝固了，在这种区域丢球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我很担心如果再有一次类似的失误，他们恐怕就没有这次那么幸运了。直投直塞，好机会，格里赫特将球破坏掉，球出了边线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。维埃拉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哈卡，他很擅长利用身体啊，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。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巴斯滕，哈卡拿球，漂亮的断球，否则形势相当危急。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，而且来看他跑动时越位了。这次进攻组织很有机会，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造成威胁，就被破坏了。看克里斯蒂亚诺·罗纳尔多 ，C 罗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。门将在大吼，指挥着人墙，他知道这个位置太危险了。贝克汉姆差一点儿，不过这差一丝一毫都不行啊。如果他想做得更好，就必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把握时机的能力。刚才的脚法不够合理啊，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。C 罗对方负责制造问题，而他负责解决问题。
他们在球场上竖起了一道墙啊，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直接射门。面对门将的出色表现，毫无办法支撑难以置信的扑救。他的任务就是确保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。好的，边裁准确地判罚了越位。维埃拉抢了回来，漂亮的直塞球，有机会打反击，绝佳的机会，一对一打一脚，门将精准的化险为夷。这次扑救看似容易，但其实难度非常大，门将必须手疾眼快，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。机会不断，他们又获得了一个角球。曼联又一个角球，维拉这次进攻机会啊，其实是很好的，进入到了对方的半场，不过没能制造威胁。要到前场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维拉，里吉凯尔德，卡卡，他的机会，加快速度，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。卡卡拿球，梅西，卡福，这球传得不够好，想法很好，跑位很机灵，不过就像你说的，传球太让人失望。他一路披荆斩棘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就在卡卡脚下，马拉内直接传到前场，维拉，球在巴斯滕脚下，好机会，射向球门。手握两球优势，他们掌握了主动权。还有，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，不知道上半场的比赛和你的预期相符吧？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太简单了，他们的战术计划执行得非常完美，以他们目前的形势，立刻就可以结束战斗。米兰2-0领先，看起来状态还不错。经过中场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比赛。米兰在中场休息后做出了阵容调整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。防守漂亮，太及时了，一记长传，快攻的好机会，因扎吉送出直塞，好球，马尔蒂尼，这个防守非常及时。里吉凯尔德，球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脚下，传球，他已经进入了腹地，皮球越过了底线，角球，
球现在是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，直接长传。梅西，米兰显然给自己的对手制造了不少的麻烦，防守非常出色啊。C 罗拿球，卡卡，好像犯规了。是的，裁判判了。我想刚才裁判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那是他最后一次机会，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裁判已经手下留情，下次肯定不会手软。卡卡，因扎吉，马尔蒂尼，维埃拉，想要穿透防线 ，C 罗，射门，太狠了，好球！只有在训练场上不断的练习，才能够换来在赛场上如此精彩的进球。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啊！里杰卡尔德，里杰卡尔德。一面是严密的防守，一面是毫无穿透力的传球，哎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梅西，梅西，真是万万没想到，再次展现了这个团队流畅的快速反击。维埃拉。内德维德，好身体把球抢了回来。C 罗将球塞过去，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啊！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哈卡拿球，及时的抢断。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维埃拉。出现的很及时，太有必要了。发起反击，传球，卡卡，好的，成功的突破，质量怎么样？他扑向皮球，绝不会浪费机会的。外星人般的表现，又进一球，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。彼得切赫第一下反应很及时，不过没能让球离开危险区域。据说门将都会犯二，看过这个表现，我觉得这话他选择攻门，他成功了。多么经典的进球啊！假动作向一边移动，然后突然变向。等待开球的同时，教练员做出了换人的调整。曼联现在只是为荣誉而战，比赛已经毫无悬念。因扎吉拿球，想要穿透防线，拽开了队，抬脚射门，潇洒的进球。这种二过一配合说明他们非常有默契，并转化为了进球。这种球的确非常精彩。米兰再次攻破对手的城池，可以说是毫不留情。试图直塞，就在卡卡脚下，门将拿球。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：“到此为止吧。”卡卡、马尔蒂尼抢断的位置很合理。古利特，漂亮的直塞球。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敬而道零而响叮当仁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瓦拉内，球无人控制，争夺还在继续。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他明显的放倒了对方，是个任意球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犯规可真是不值。你想想啊，有多少身体接触都没问题，但是在这个位置上惹麻烦可真不应该。质量怎么样？因扎吉，
林扎吉送出直塞， C 罗将球塞过去，时机很好，够门，门将力保球门不失。马尔蒂尼， C 罗漂亮的直塞球，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相当精准啊，整条防线都被甩在了身后。传球，梅西，华丽的脚下动作，哨声响了，他们为自己争到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，能起脚吗？好，扑救的漂亮，给了门将一次表现的机会。时间时间完全压制了对手，每次拿球都让人觉得可能会进球，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。关于双方今天的表现啊，坤儿啊，你怎么总结？米兰的中场不缺乏好手，应该说中路进攻像他们这样犀利的还是非常少见，他们能够轻易地撕扯开对方的防线，确实很有威胁。解说即将告一段落，那么非常感谢苗坤。哪里，感谢您的邀请。